妈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豆角焖肉，你多吃点啊。这是女儿给我好。妈，我还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唐山西红柿，来，你也多吃一点。闺女，你用心了，你才几滴刀，妈爱吃西红柿。妈，爱吃你就多吃点。这个西瓜挺甜的，你再吃一块吧。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妈，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吧？姐，妈这咋回事啊？我咋知道了？我早上才把妈接过来，她下午就晕倒了，我还想问你咋回事了。姐，你是不是给妈吃西红柿还是肥肉了？是的，我就想孝顺孝顺妈，给她吃点爱吃的，咋了？你不知道妈身体不好吗？发潮了，发潮了。姐，妈现在的身体真的不能吃这些东西啊。弟弟，小的时候咱们家里穷，妈为了我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好不容易咱们现在条件好了，妈想吃啥就让她吃，怎么了？你现在让妈吃这些就等于在害她呀。可我就是想孝顺孝顺咱妈，难道还有错吗？姐，医生说过妈血糖高，他吃不了这些含糖高的食物，他自己管不住自己那张嘴，你却还这么的纵容他，你这不是孝顺，你这是愚孝啊。你知不知道在我家，妈想吃一点这些东西我都不允许的。天一，我跟你结了，我妈太贪嘴了。妈，我不让你吃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们该咋办啊？等你身体好了，不管你想吃什么，我和我姐都会给你做，都会给你买的。你把我姐和我养大不容易呀、啊，我不想没有妈，有妈才有家啊。儿子，妈这个错。弟弟，以后我再也不让妈吃这些东西了。儿子，妈答应你，以后你得记住。妈我起了，来给妈小个。妈，妈。